真的给告了，直接他们做了他。果然还是你的眼光好。怎么样，考虑好要做我的人了吗？我说了，我对你真的不感兴趣。哲青啊，你的妞呢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他们也太明目张胆了。这小子真那么上头啊？你也不用解释他了。保险起见，你不觉得更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当你的女婿吗？你真看上那小子了？我，为什么回来？我没办法丢下你。你不会是对我产生了多余的情感了吧？你别自恋了。